今天老罗和大家聊一个，希望孩子既能在英语的文学上达到一定的修为，又能用这些世界名著来快速提升孩子的语法和写作技能的家长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孩子从几岁开始读像哈利波特这样的世界名著才能助力于语法和写作，包括考试技能的提升呢？很多澳洲当地 local 孩子，包括有些 ABC， 从小学30年级就已经读完了《哈利波特》1到7册，一共110万字的文学著作的，也不在少数。那华人的孩子，比如像我儿子奥斯卡那样，在8、9岁才到澳洲，从初中才开始读《哈利波特》，是不是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呢？老罗原先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困惑，但我旁听了由文波老师授课的《哈利波特》1册的阅读写作班后，顿时心中有了答案。爱因斯坦说过，从提出问题的层面往往无法解决问题，孩子到底从几岁开始读世界名著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层面。怎样去读、去理解、去领悟、去运用像《哈利波特》这类比圣经卖的还好、畅销全球5亿多本的世界名著才是问题的关键。一起来围观今天的精彩内容吧，未必会有标准答案，但一定值得大家思维碰撞。最近老罗和文波老师一起策划的《哈利波特》1册的阅读写作强化班，在 Scotch 读7年级的儿子奥斯卡非常喜欢，不仅满足于只看1册了，而是准备用接下来的特战假期争取看完整个1到7册的110万字。儿子原先并不喜欢阅读，那为何上了文波老师的1堂课后就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呢？老罗决定当一次卧底，旁听了文波老师《哈利波特》1册的2、3章课《天赋异禀》《动物园蛇语》和《猫头鹰传书》《绅士大白》这2堂课后就知道了答案。今天我就赶快和大家分享文波老师是如何从点、线、面这3大价值进行导读，来帮助孩子更好地通过阅读《哈利波特》来提高自己的语法和写作，包括各项考试的综合技能。其实看书不仅仅是目的，从阅读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养分和掌握学习的方法才是关键。通常英语为母语者的孩子3到4年级就可以开始看《哈利波特》了，但是走马观花似的看几遍，还是能从中不断的摄取精华，其实两者还是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别。文波老师首先从单词、词组这些点进行切入，并且进行了归纳。比如同样一个抓的动作，在《哈利波特》中就有 grab、grasp、clasp、catch、snatch 这么多表达，文波老师会结合练习让孩子们学会自我总结。比如看上去一个很简单的动词 come， 在哈利波特中起码会有6种以上的表述，这些点对孩子们而言，如果光是自己看很难自己去总结和提炼，除非像文波老师这样进行赏析导读的同时给予这些文学词汇潜移默化的价值提升。但哈利波特英文版都是文字，也没有什么配图，这对很多初次阅读者而言略显枯燥。好在一图胜千言，文波老师在大量备课的同时还精心配图，对句式结构进行线的价值提升。比如这张图，老罗这位外行只会发出哇塞好美，但文波老师就能从原著中提炼出 perched on top of the rock was perched atop a high mountainSilhouetted on the dark horizon stood,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moon was. 这么多优美的句型结构来植入孩子的写作技能中，把英国作家杰克罗琳这位写作大师用的句型结构变为每个孩子都能信手拈来、举一反三的写作功底。但老罗觉得文波老师带给孩子们的最大价值，就是激发和提高孩子们在叙述写作和想象力写作层面上的潜能和技能。因为《哈利波特》本身就是一部举叙述写作和想象力写作之大成的世界名著，而文波老师又能将这两者融合得淋漓尽致。比如让老罗感到最震撼的就是《天赋异禀》《动物园蛇语》的那一章的课后作业，文波老师布置的是如果你能和动物对话你会说什么呢，写一篇200字的小作文。其实这是通过对话、共情、梦境这3种方式中的共情来进行人物、事、地的想象力写作练习。当然文波老师自己也会示范写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和孩子们一起进行思维碰撞。比如从狗、猫、鸡、猪、狼、大象、螃蟹这些动物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人类的一些行为。老罗感触最深的就是马，
看似简单，但里面可回味和隐藏的细节非常多。比如这句话，还假惺惺的规定最后一圈钱只能最多抽打我五鞭。其实这不仅是在科普墨尔本最著名的节日赛马节的一些比赛规则，也让孩子从小就去尝试学会换位思考，有同理心。但老罗也发现一个参加哈利波特写作阅读班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尽管他们已经是澳洲读七年级到九年级的孩子，很多还是非常不错的 grammar 的私校的学生，像我儿子的读的学校 Scotch 也非常不错，但他们的语法 grammar 的水平让我大跌眼镜。或者说的夸张点，他们在写作时的语法就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标点符号怎样规范的使用，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的15种情况都未必掌握，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虽然我读大学时都没勇气去考英语四级，但我有绝对的把握自己的语法可以完胜这些口语听力都和当地 local 孩子没有啥区别的华人孩子。文波老师也有同感，所以下周一开始的哈利波特假期考试强化班和报名的家长们一起讨论后，决定增加时态、语态、情态、虚拟语气、特殊从句、状语从句、定语从句、名词性从句、非谓语这些语法的系统的讲解。赶快关注老罗，明天就和大家一起讨论澳洲华人家长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何澳洲华人孩子的语法水平会让我大跌眼镜呢？我们明天见。